包饺子。抱抱的嘴型长度和宽度分别是3.43厘米和2.2厘米。这个饺子皮儿的周长约等于17.278米。经过填馅、对折、捏折以后，正好能顺畅地进入7.71-7.5平方厘米的口腔。这么麻烦就别吃饺子了，还是馋。老弟，脚太辣眼睛了。